我哋系韩国打工人星，我系 Leo。OK， 咁我哋做咩咧？咁我哋去咖啡店睇我哋平时喺韩国生活嘅时候系点样点咖啡，同埋今日我哋仲带一个特别嘉宾嚟，都系边个？哦，边个咧？系上次系查恩，今次讲韩文好嘛 ？OK， 你好。诶，我哋평소에커피커피가서뭐시킬거예요카페가서뭐먹냐고평소에한국사람나는나는일단아이스아메리카노어나도많이먹고나는아사츄아사츄아사츄도많이먹지내가무지매교아사츄그리고딸기라떼좋아하잖아딸기맞아요한국에好多呢에不同的飲品是咯即早班咩啊到咗咯여보세요나精神是什么啊其实是 Ice Americano, 就是宿舍。在韩国里面你如果说那些韩国会名就是 Ice Americano, 还有刚才你说的阿叔叔都是宿舍。阿叔叔是什么 ?Ice Tea, 再加咖啡。咖啡。어디서뛰네디서뛰도뭐소금빵먹어소금빵是什么소금빵是什么是什么소금빵就是一个我哋最特別嘅係咩咧？韓國嗌咖啡嘅時候，通常都唔會去接觸同即係直接同嗰啲店員去嗌咖啡，通常都會有啲機去好方便俾我嗌咖啡。所以我哋平時都係用卡，然之後直接用呢部機去嗌咖啡，係好方便咧。而家你等緊，不如講下啲 TMI 啊。OK。平時大家知唔知點樣消腫啊？你知點消腫？我消腫嘅話係飲朝頭早會飲咖啡，即係 Ice Americano， 跟住。我覺得我哋 studio 應該都有個特別嘅嘢，就係用呢個橡筋去綁住個耳仔。嗯，咁可唔可以注意呢個？可唔可以注意？空氣杯算唔得？啊，그렇지。효과잘됐지。완전좋아。이거제가샵에가면은고무줄을끼고있거든요。맞아。이렇게귀에그럼이렇게붓기가빠집니다。심지어형은제가보란색까지。그래서이제한국사람은되게그좋아하더라。맞아진짜 TMI 我在香港的时候呢咖啡基本上没有喝过我都是即是我完全不会点咖啡아가한국에서는아맞아최고최고한국에서는약간얼죽아라는말이있거든요얼어죽어도아이스아메리카노오겨울에도아이스아메리카노먹고맞아따뜻한거안먹어맞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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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평소에쓰인그커피맛잠잘자진짜난절대먹어나도절대먹어나커피먹으면잠못자그치신기하다신기해짠어소금빵아직조금만더소금빵크리미슈와우이진짜맛있어멍아빵씨어저무의답변우리는이제또연습하러가자맞아오케이다음에도같이좀좀다가건有啲咩好嘅推介拜拜안녕非常期待一下啦어期待一下啦期待一下啦再见拜拜